赛嘛，因为基本上是领先了整场，就是在陈晨出场之前。赛前有想到自己能发挥什么？其实我在上场前就没有去想结果吧，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想着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做，然后不要想太多的结果，因为其实我觉得屏幕这个项目你越想结果它越容易就是出现失误啊或者什么，你干脆抛把这些的成绩啊什么都抛到脑后去，你就去仔细的想你的动作去好了。可能在那个之前的，不管是前几还是前几，就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然后这几天是怎么调整自己，然后这场发挥的更好？就是比完就已经过去了，现在不是在总结，就是现在先当下是把屏幕比好，然后呢回这些问题是要回去总结的，就是失误，这些失误是要回等着回去再总结，现在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屏幕比好。那个今天其实是以方面那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国女子体操攀越了一座大山的那种感觉？怎么说呢，我因为加上她前几次的退赛，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是因可能是她身体出现了问题，也可能是什么原因，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她的最佳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继续努力。那个，你刚才对着电视镜头是拿出了一枚那个北京冬奥会的徽章，可以讲一下你是怎么想的？没有，就是希望大家能来到我们北京冬奥会，一起见证我们北京的盛大的盛世。什么时候准备的呀？也没有怎么准备吧。有想好自己就是可能在乎可以展示，所以就是提前放在口袋里是吗？那也没有，就正好在兜里了。是特意带过来的吗？这个东西啊，是这个特意带过来的吗？没有。这反正很像小单位。对，其实他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出他的自己的水平吧，我就在安慰他嘛。但是确实他的难度和完成质量还是要比我好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顾虑吧，就肯定是他拿了的那种。你点头那么猛干嘛？我也北京的。啊。那你对今天自己的发挥也是印象吗？哎呀，这个好重啊。就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已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了吧，虽然有一点小小瑕疵，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已经做好做到自己的最好了吧。给自己打分。那个10分满分啊，8分了，不能再多了，不能太骄傲。那个，因为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咱们女队是没有拿到奖牌的。然后这场我们包揽一金银，也是特别惊喜，就是也是一扫之前的那种阴霾的感觉，让你看到了最后的希望。这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吧，虽然我们拿到了奖牌，但是我们在赛场上出现的问题还是要回去总结，不能说我们拿到了奖牌就去忘掉我们是出现那些失误，我觉得失误还是要总结的。就你第一届奥运会，然后现在你们就是整场回顾整场比赛，你觉得你怎么看你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已经努力做好自己了吧，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让大家在巴黎再能见到我。好，加油加油。你出分的那一刻还是就把你抱下来了，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有说过咱俩交流吗？有了。真的？说了什么？有了。有了。那你下来的时候表情，其实就出分了之后，你表情
有点想哭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有点不敢相信。赛前压力大？还好吧，因为比我压力大的可能是那些参加过更多比赛的那些姐姐们，所以我的压力就相对来说要小一点。首先，其实这届你的比赛是特别不好比的，因为你就是女子亮相的第一天资格赛你比了一天，然后中间这么多天都没有你的比赛，一直到最后一项，而且是之前你对就是大家没有把训练中的水平完全发挥出来的情况下，然后你去比的最后一项，然后还是你的主项，你是怎么调节这些天？你今天是怎么调节你自己的？然后。因为在赛前的时候，王导和徐导也有一直在鼓励我，在对我说一些激励我的话，所以然后在做平衡木动作的时候，训练就做自己的动作，就没有想太多的东西。嗯，对。能回忆起来他们跟你说了啥吗？就他又跟我说，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也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我就比好自己的，然后胆大心细，放开做。你觉得在16岁这么年轻成为奥运冠军，对你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可能是今后一个更激励我的地方吧。就之后的训练再继续加油。就这样，你觉得16岁成为奥运冠军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骄傲啊，自豪呀，对，开心啊。给自己买什么礼物吗？准备回去有什么想买的？我对这些东西都不太感兴趣。那你平时生活中喜欢什么？我喜欢杯子。杯子。我喜欢保温杯，然后吸管杯，只要是杯子我都喜欢。觉得16岁的年纪喝保温杯挺配的呀。挺配的是吗？嗯。喜欢喝热水，16岁这么注重。我都喜欢。那就是说你攒了很多特殊的杯子吧？也没有，少得很。你今天跟我们说了，说不定你明天家里就会来一堆杯子呀。那我回不去呀。三位分买了吗？我昨天去的时候我看中了一款，但是它没有我喜欢的那个颜色，我就没买。喜欢什么颜色呀？我喜欢只要不是粉色我都喜欢。小姑娘不喜欢粉色？因为我觉得粉色有点骚气。那今天赢了拜尔斯什么感觉？就很开心吧。当年贝尔斯比赛的时候，因为你可能还是小队员，是不是都是教练带你们看比赛的？对，就之前，贝尔斯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一些小队员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然后18年世锦赛的时候，婷姐赢了贝尔斯，然后。我就想见他的原因是，我是不是比他高啊？谁比他高？你说谁比他？你自己？我呀。身高，你比他高。那你今天是铁人吗？好像差不多。